行，那再拖出来这个。一下子出来了，这不行。可以。OK。差不多了。行。越平了越好啊，感觉。对。但是刚才那个精度就可以了。对。多少？半个米吧，差不多。那水呢？这水得敲一下。差距大就敲着头。嗯。哇，十七！你这锤子可以啊！这个太重要了。嗯。对，这样就 OK 了 ，OK 了，可以。你往上多少？看看钓重量。哦，紧两个就可以是吧？紧上两个就可以看看，先看看。零七。没事。没事。零七个半。没事。没事。没问题。以前我师傅教的时候啊，一般都让我从那一端那边打的时候啊，那一端下个螺丝顶到上这个齿条上，顶住它，让一端不动，调另一端。但是那样的话，这个齿条上会有一个小印记。一个印儿。对，一个小摁键。以前我是这样打的，现在不这样打了。不让打了是吧？现在这样打也行。啊，那打是真的。可以是吧？放个冷门啊。对，可以。干四不就可以了？对，这样可以。行了。这样一个方法，今天老师看了。再看一下那个尺度。要如果不动就 OK 了。要没动。哎 ，OK。零零。